来送礼物。对，那唱这首歌的同时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很热情来跟我拿小礼物，好不好？好不好？真塞雷熊热情啦，真的满满的人情味。而且这首歌哈，好像是晶晶你的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的，对，是是是，叫做《寂寞阿婆》。寂寞阿婆哈，上好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寂寞呀，是啊，来咱来播声较大声，来给咱的晶晶好不好？谢谢，来寂寞阿婆，来谢谢寂寞阿婆，上好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当作是寂寞阿婆，好不好？掌声再一次热烈，好不好？谢谢。台上有一点的距离，是。那我相信，因为你刚刚有讲，跟我等级比
哎，本人比脸型较水，嘿，所以呢，我觉得我要下去给大家看。要不要心经下去？想不想要？要。要哦，那这个大家都这么期待你下去啊！虽然这个要下去唱歌给大家听，但是在唱歌之前呢，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报告。什么消息？就是我的新专辑快要问世了。要支持，要支持！今天呢，在我的粉丝团，大家也可以去搜寻我的粉丝团谢晶晶，对，可以给我按个赞。那今天呢，我有 po 一张呢，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个照片呢，就是我新专辑的最新的造型。那今天算是。因为那张照片实在是太适合在中秋节的时候跟大家问候，所以呢，我今天特地把它抢先曝光，也希望大家对，对对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十一月份我的新专辑问世的时候呢，能够给我一点支持，一定要的，对不对？要不要支持晶晶啊？对啊，然后因为像我的歌曲啊，其实今天要特别感谢一位老师。哎，哪一位老师？就是我们的竹间野老师啊。哦，竹间野老师，哇，这是竹间野老师。而且呢，我真的今天脱腮了 ，Hockey。嗯，怎么？因为呢，我平常呢，我们之前我刚刚才知道，原来老师呢之前他写一首歌给我，叫做《胖点心》。胖点的心，胖点的心，哦，胖点的心，对。然后呢，那首 demo 是他自己唱的，但是我不晓得。然后我今天来呢，我觉得哇，居然能够听到老师原主唱，对我听到他开口唱歌，觉得非常天啊！老师，我觉得老师应该就是很希望可以邀请老师下一张专辑可以来合唱一下。邀请了，邀请了。老师在哪里？老师一定说没问题的。对对对，哇，真的，竹间野老师真的是。对啊，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张专辑的好歌啊，都是这些老师辛苦背后的这些作品。对对对啊，能够呈现这么好听。有这些老师，有老师们呢，才能够每一年呢都有好的作品在提供给大家听的。是的，哇，真的，我们抢先听到了啦哈。那呢，现在我们的晶晶要走下去，跟大家一一问好了哈。那你带来的歌曲呢，马嘎爷造型的，你们知道什么歌吗？有睡吧，有睡吧。啊，所以唱真好睡，好不好？好，来，真好睡睡，上好咱三个人。